不仅强化散热效率，也要防止冷凝水。飞旭的第四代手机散热器，我们进行了两大革新。为了突破普通散热器的10瓦功率上限，实现超频制冷，我们首创 FLC 超频制冷技术，配合快充充电头，可超频至18瓦大功率，带动7000兆每分钟高速风扇转速，单体只占22赫兹制动，使游戏运行丝滑加倍，永不倒帧。持续的高强效制冷可能会导致手机内部产生冷凝水。研发团队历时数月，经过了上千组数据测试，终于为 B5 增加了大功率快充适配。通过检测散热器冷面温度来智能调节自身输出功率，实现了大功率和常规功率的共存。技术升维之余，我们也坚持细节优化，将散热面扩大 80%， 评估整个散热器的同时确保风口 85% 入出，多维强化散热效率，甄选半透材料控制克重，优化手感，进一步提升散热体验。比强更强是我们持续的追求，我们推出第一代手机散热器，持续迭代，创造高品质的游戏外设，打造更酷的沉浸式游戏体验，是我们坚定不变的初心。